而且潘森也没在旁边第一时间控住，你要给第一时间控住，控住上单还行。这怎么的呀？这干一波，兄弟们，我马上到，陪我这上来就要反夹。加血可以，全死。First Blood 还是铁男的，哎，可以打波扣。那武器才离谱，说实话，那武器那把我没太注意前期怎么样了，我就看见后边了。还是有点经验不足，你知道吧？有些英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就像那把那腰子，那上单根本就让人打懵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我感觉。你想想，人家有腰子，你正常你一个职业战队，他快升六了，你是不是得点点信号？你怎么可能跟他武器去耗血去呢？你耗血你都别耗，你根本你就不敢耗血，除非你打野搁旁边你就耗血还行，那机会给的就白给。你等我升二的啊，小伙子。他三级了就算了。三级有盾，还有那最后一把那阿卡丽，最后一把那阿卡丽那波属于啥呢？属于就是就确实就是让人打懵了，你知道吧？对面太灵活了，你没有那个你没有硬控，留不住人，人想走就走，想给你打给你打，不想给你打就不打，能给你玩死。那黄子连留都留不住，这中单怎么双 buff 不要了是吧？我的双 buff 来啦，漂亮！时间啦。我买没买针眼儿？我买了个针眼儿啊！我有病啊！我为什么不买血瓶啊？嗯。血晶才是重中之重。嗯，第一个扣空了。可以直接干了，这都这铁男很脆的一个小多蓝队儿，我调一下，我们双 buff 调一下，Q
旧版纸汁儿，我觉得旧版纸汁儿一点都不好看，新版的好看一点，有一种那种高端的感觉。旧版纸汁儿就像那啥似的，就像那以前没发挥，不是那个。别着急啊，山上有红的，山上有红 buff， 走呗，一九头蛇啊，山上有红 buff 的灼烧，我们不杀他，就像那以前那种马赛克游戏似的。呀，又来了，别生啊，呀你生了，我们厕所回城，小伙子，哼，居然能知道厕所，不敢当呐！这波他来厕所，我是没想到的。针眼没了，什么针眼没了？啊，针眼没了，针眼不是那去其他页面位面去了吗？针眼去另外一个世界了。这波我跟你们说，先不要去吃他塔皮，先过来截住这个铁男。这个铁男现在是。这波不吃塔皮啊，这个铁男现在有闪现，这阿木木四级过来干啥来了，漂亮，不闪好了啊，我怕我死了，我以为我要死了呢，我寻思我闪现凯旋回勾血死不了，黄子来的比较及时啊，里面的阿木木四级，我天，来一波虾银诛心，17-2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没法打了吗？这怎么17-2了呢？有点惨呢。下路又双杀了，铁男挂机了呀，
我们来中路帮他一波。AQ 九头蛇，好了。这不推没了吗？怎么办？九头蛇，六个人头，还差两个。哎呀，助攻没拿着。我本来想一个 Q 把他 Q 死的，不行了，回家了，兄弟们，实在没蓝了。我强烈建议这猴啊，不要有蓝条。这怎么回事？此地不宜久留。给打个蓝吧，兄弟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要被烫死了呢。我们去杀个卢西。我们去杀个卢仙吧。这蓝不够用啊 ,W1QR 蓝不够用。跟我亮牌，你大爷的，你能打过我？回血！哎呦，跟我亮牌的人都是这个下场，看见没有？少亮牌，小伙子。那咖喱奥还有那卢仙，亮一波牌，我脑淤血一波。别在我这亮牌，我忍不了。哎呦我天！他不死，他有魔法护盾，拿下吧，赶紧拿下吧。我就发现他们那些打比赛的那些猴啊，那发育的都可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整那24-5、6分钟，一个死亡之舞，一个三项，加个九头蛇的。我要写个惨字，小伙子。还行吧，防御塔打我有点疼。没杀过下路双人赌吧，杀了完了的。别点小兵啊，点人。这是有点是自暴自弃了，这送人头是肯定是不好的啊。你可以烈士角儿，
啊，你也可以打不过，可以死，但是不要送，拿下。送人头肯定是不好的，